家好，我是 Andy 梁，我们今天来到屏东车城福安宫对拜拜。这里所拜的是福德正神，对，土地公。我们那个跟土地公说，祝他健康快乐。那也祝你，祝你什么？健康快乐。学业进步，对，顺顺利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来到，如果你有来到屏东这里的话，可以记得逛逛哦。这是很有名的庙哦，里面是很大很大的土地公呢，还有观音菩萨，还有祝生娘娘等，很多很多，要记得跟你的那些亲朋好友，如果有逛到这里来的话，记得要进来这里走一走哦。对，这个隔壁这边呢有文创馆，我们到他的文创馆看一下，车城福安宫的文创馆。展示一些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文创馆。是的，这里面展示什么东西？有一些纪念品，是不是？有一些纪念品呢、来看看有什么东西。这个叫做旺来存钱筒。这个是什么？土地公爷，土地公，祈福，福德正神。哦，还有一些小背包，发财鸡，黄阿笨，这个啊。对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不是可以放那个他那个平安符的吗？那个，我想要那很多颜色，我感觉比这边颜色比较好看。哦，真的、啊？这个都是啊。哇，好多呢。那就黄色比较亮。哦，黄色很漂亮哦。那想买黄色啊？好啊。纯蓝色的。哦，刺绣香火，哦，很漂亮哦。那这个是什么？《般若蜜心经》，祥思献瑞，买一个就好，好了。哦，买一个蓝色，买一个很漂亮。好，蓝色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拿去结账。好，你们现在在那个。车城福安宫这边的文创馆买了一个平安符，对不 对？还有一个狮子，是不是？对。棉花糖是不是买了一个狮子？哦，还有平安符，保佑我们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长大。好，那我们车城福安宫就到这边的结束咯。给爸爸看一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或订阅。按铃铛，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我们下个影片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皮蛋咸蛋。啊，小弟小弟，你们要咸蛋吗？要不要进来一点？有十块的贵了吗？要十块卖不？我发你。那边好香啊。这是绿豆蒜，要在下面吗？绿豆蒜，怎样？很冰吗？冷条面面吗？下面为什么是热的？啊，对啊，现煮的。哦，绿豆蒜。拜拜，叔叔拜拜。